绽放着你的天空，围绕着我将我拥抱在你的怀中，不愿承认是我最深情的脆弱，能否与你一生生里面各式各样要点歌的人都很多，那台湾嘛，所以很多这个朋友们会想要听一些这个台语歌，那我们这个台语歌唱的不多，这个会唱的不是很多，那其中有一首歌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，专门应付给小费的，刚刚讲的是比如说会有人给小费，然后就说要听一些比如说沈文成的歌啊，怎么办，已经有给小费了，你不唱又不行，是，所以只好说比如说小费是1000块，那可能就跟他讲说不好意思，我保500块还你找钱，然后我唱一首我们只会唱的一首台语歌，那就会其中这一首歌，对，因为我们有唱台语歌，所以那个小费还是要留一半啊。这首歌曲就是齐秦这个改编的一首歌曲，
都要为你。谢谢啊！有人说我们这个唱台语歌很像 A B C 在念中文一样。我们在演唱会的时候可能会这个会有一个方式，就是像现在一样，我们这个在 pub 里面，这个把这个情境换成在 pub 里面，可能会这样。给大家一个我们曾经这个在 pub 里面所演唱的方式。那既然是我们的演唱会，当然不会缺少我们自己的歌曲。这次的演唱会是叫做跟动力合唱，所以有很多首歌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合唱。那大家应该很熟悉的一些歌，我们就会让大家跟我们一起合唱。这几首歌应该大家都会唱了，我们自己的歌。如果你能
走进时光隧道的时光倒流，回到了20年前，他们在这个 pub 啦，还有民歌西餐厅驻唱的时候，一些很经典的歌单。好的，那这个工作人员呢，收一下我们的这个道具之后呢，麻烦啊，有动力火车两位啊，啊，要一样帅不得了。好，来喝个水，喝个水。然后呢，今天这个帅帅的出席，我们家背板前方，先让这个志玲秋心好、哦、来合照一下，合照一下。好哟，来吉他啦，吉他啦，道具一定要的啦。哦，20年前，你看这样一路走来，你看岁月都没有在我们脸上留下痕迹。好，来往左边站两步。好，再好、啊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个角度可以。来，哦，而且呢，看20年这样也进化了不少。你看现在型男 pose 驾轻就熟，有没有？20年前摆都还有点紧张，不知道会同手同脚。来，左手边你们的两位，左手边看一下下。好的。视线的慢慢的看向我们的正前方。刚才提到过，20年前这个呢，原住民在这个 pub 呢，驻唱呢还比较少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常常被警察说，哎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外籍人士来台湾偷偷打工啊？经常被临检。来正中间看一下下，不过很开心哦，换个 pose 是不是？好了啊，对，会长又再度提出要求了哈，各位哈，两位型男，麻烦变换一下你们的姿势。今天呢，就要这个带大家呢，通过这个动力火车的时光门，来聊聊呢20年前他们驻唱一些小小的有趣的花絮，还有呢20年后呢即将登场这个小巨蛋的演出，软体硬体各方面有什么样惊喜送给大家。好，一样往左手边看一下下，继续呢看到了中间，还有呢右手边这边也带到一下下喽。好哟，可以吗？ Okay. 好的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来收吉他上麦克风。嗨，动力火车，你们好。哎，阿光你好。哎呦，一年又过去了吗？
是很快，这么快吗？是啊，感觉还仿佛在昨天的下一站呢，今天就要来到了20年了。对，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哦。对，这个一下子，这个这里的小孩也都几岁了，哇，都大了，都长大了，都不听话了。不过呢，两位小哥还是依旧保持得非常的好啊。嗯，老天爷好不公平哦，都没有在你们脸上留下痕迹。哎，科技发达，都有进厂维修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是维修还是啊？真的有进场维修吗？照片可以修了、哦、照片可以 P 图了、哦哎、然后上台前还可以化妆嘛，真的歌就是机智啊，果然非常非常的机智哦。不过呢要恭喜你们啊，20岁咯。谢谢。那呢这个去年就有说呢 I will be back， 是你们会我们没有